这里是银滩东部的海滨，看看今天的大海。非常的平静啊，在海岸一号这个地方，有不少的人在跳新疆舞，过来看一看。哎呀，跳新疆舞，这个看来好像都是初学者，只有前面这个老师傅有点像那么回事儿。他穿了个民族服装，戴了一个维族的帽子，跳的是惟肖惟妙的啊！看看，这舞姿还是非常的精彩啊！咦，像那么回事儿。后面好像都是他的学生了。对，男男女女在大海边，又转过来了。现在是已经是六七点钟了，好，毛西林。哎，这手法不得了。后面跟随的这学啊学。哎呀，好，都来自哪里呀、啊？来自哪里？德州。德州的呀，山东的。您呢？老家哪的？啊？海岸一号。海岸一号，我说老家是哪的？河北的。河北的啊。哦，您老家哪的？我。啊。江苏的。江苏的啊、哦，真是全国各地都有。哎呀，老哥跳的，你跳真好啊！哎呀，你看，您是维族人吗？是维族人啊？啊，跳完我再问问您吧。一曲刚结束，我来问问这位老师。老师你好啊，您这是在这专门教舞啊？教大家学。大家学。您是维族人吗？我不是。你是哪地方的老家？我是汉族人。你老家是哪的呀？湖北的。湖北的。啊，湖北人跳的新疆舞跳这么好啊！你啥时候学的呀？去年学的，今年就开始带学生了。大家学习啊！你跳的真好，哎呦呦！对对对，跳的真好。你是得打赏钱不是吧？对对对，我好像是对。哎，好久，没见过，我好像关注过我是吧？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。跳的真好，我来个镜头。你哪？北京的是吧？啊，你跟那老师学了多久了？学了3礼拜吧。3个礼拜，他每天都在这组织。啊，对。哦，这人多的时候多少人啊？二三十人啊。现在人比较少，十来个。对。哦。对。这哪地方都有吧？你哪地方的？你们？安徽的。安徽的，我刚刚问的有河北的呀，安徽的，湖北的呀，江苏的呀，哪地方都有。这是我老公。啊，是你老公是吧？是我老公。哦，湖北的是吧？湖北的。哦，这你们什么时候来的银滩呀、啊？我们是4月底来的，4月24日。我就说你们到银滩什么时候买的房子？2016年买的。2016年买的，买的哪个小区啊？就这小区。价值港湾。哦，怎么样？住的还好吗？很好哦，空气很好。你们小区的位置太好了，我小区位置对，你看出了门就是大海，海岸一号。对，你老公非常幽默，你看他跳的跟个这个什么，
他跟我一起学的，一起学的。我不会踏单跳，哦，跳不了。他出道了，你没出道，哎，一起学的。你看，老看见你，是吧？我跟老师跳一个，对，跟老师跳一个，对。阿玲，哎，你看看，哎。挺好，这是北京大哥，也是学了几个星期，也有那个味道了啊。挺好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娱乐形式啊。是，对，哎，这俩老师跳的有点那种感觉啊，珠联璧合的那种啊。哎呀，这笑得多灿烂啊！他俩一跳，旁人都不跳了，都在欣赏了。我跟他们转吧。哎呦！哎，结束了，跳得非常好啊！再看一个整。